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河南省的三门峡市，这里是三门峡市的三周地坑堰景区啊。这里啊也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啊，有一排拴马石。那我去买票看一下门票多少钱啊？应该是在这边买票。现在已经进来了，门票我在网上买的是68元。如果要提前预定的话，就是56元，需要提前2个小时。儋州地坑堰是我国特有的四大古民居建筑之一啊。这里啊也被誉为地平线下古村落民居史上的活化石。来进去看一下啊，这边有一个造壁。哦，这边是它的一个院落啊，景区的入口从这边去，从这里啊进去。是儋州历史院，这是营造妓院的舞曲历史。地坑堰营造，哦，这是制作地坑堰的工具吧？可能。民居院，往这边走，是民居院，过去看一下。豹子呀，各种各样的豹子。我知道，老豹子。河南日报。哇，这里面贴了很多的报纸啊，然后还有捡的彩纸啊，还有老桌的老凳子呀，哇，挺漂亮的。哦，这是炕啊，应该叫是炕啊。哇，都是老物件，挺漂亮的。哦，这是一个牛圈吧？哦，牲口，养牲口的一个屋子，应该是养牛的。这里是民俗展示院，过去看一下。这是结婚用的婚房啊，应该是红色的洗脸盆。这边是农耕院，进去看一下。这都是些农耕的道具啊。这也是农耕的道具。这里边是茶艺院。一个大型的石雕茶壶，前面是纺织织绣院。这是刺绣帽子啊，都挺漂亮的。这是刺绣的衣服。
鞋子，解放鞋，生存纪念鞋啊，穿上好小。前面是全国剪纸院，看一下，这都是剪纸啊。挺漂亮的。面是非遗展示院，看一下，前面是国州实验院，是顶上面挂的都是红色的灯啊。前面是人民公社院，会计室，哇，好大的秤杆呐，是，一个病床，还有一个看病的桌子、椅子。药箱、浴室、桌子、板凳、放映对、放电影的地方，哇，放电影的机器、幕布、喇叭，是老电影放映院。说的是老电影院，但是这边放的嘛都是实验。这边是书画院，这边都是实验。莲花实验，绿豆青，绿豆青，金龟子，哇，挺矮的。今天看一下有啥？哇，有个大水缸，这是啥呢？走吧，这是成泥演员。这屋里面基本放的都是画，没有别的啥。屋子里也是画。这地坑院的院子也是有下水道的啊，应该下雨天的话，水都是从这排进去了，流到外面了。文艺啊，进去看一下。这里的墙壁两面啊，挂的都是剪纸，自验院，看一下，这路面啊都是砖头啊铺成的。上去了，看看这是通向啥地方了，看看是不是通向
地坑院的房顶的，就是通向地坑院房顶的，还有秋千呢。现在站在地坑院的顶部啊，往下看，这是非遗展示院。就是在地坑院的顶部啊，也就是它的屋顶啊，这上面也是空间挺大的。地坑院基本也就转完了呀，现在准备出去啊，看从什么地方出去啊。这个院子啊叫灯具灯谜院的，好漂亮啊。出口啊，哇，这好精致呀！从这可以出去吗？哦，可以到一号院了。从这里，哇，好陡啊！他们这上面啊也是很大的，景区的出口了。好了，就可以出去了。他们出去啊是要从这个小吃街出去的，不是从入口出来啊，入口是出不去的，必须要从这个小吃街啊才能出去。哦，这是个小吃街，不过现在没啥人呢，不过还是挺漂亮的。现在啊人不多，应该是因为不是节假日啊，节假日的话应该人挺多的。这边是个戏台，上面还有假人。出去吗？走不出去了，我应该就是从这出去啊。这个街也是没啥人。是不是从这出去啊？应该是转出来了。好了，转出来了。这他们的一个停车场啊，还是挺大的啊，能停很多车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，谢谢观看。再见。